那个同时，然后就可能就是，就有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就是因为摁下去，然后就有了一个后来这首歌，我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当时也不知道就有这种情况出现，就非常偶然就得到了这首歌。就是我指的是旋律。对，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回放的时候发现，哎，这旋律挺好的，就后来就是稍微做了一些改动，就是现在这首叫鸟语。当然我现在我一直还是认为就是这个依然没有我就是当时录下来录的那个感觉好，也许因为我的感动。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坐在这里面对面跟你们唱这首歌，对不对？对。所以那是一段非常神奇的时光，在我按下去录音键之后，就是我们在喝酒，也感谢酒，谢谢你。Thank you.
欢迎光临。